整个从湖南的最南端，从衡山下来都是喝的湘江的水啊。衡山我们讲寿平南山不老松那个地方，衡山地区啊下来呢都是喝的湘江水，一直呢到我们的岳阳。岳阳有什么呢？岳阳有我们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啊。如果大家走武汉经书的话，会看到我们的岳阳楼的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整个这个湖南省三分之二。